近日，王俊凯晒出一张雪地吹泡泡的照片，并配文道：“吹个泡泡，冷静一下。”照片中，置身雪地的王俊凯身穿驼色大衣，头发微卷，手戴皮手套，少年英姿飒爽帅气，实力上演美颜暴击，清爽少年感扑面而来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也纷纷留言：“哥哥吹的泡泡好大，你要多穿一点。”“俊俊要照顾好自己哦，不要生病了，我们永远都爱你。”“大哥好想你哦，要好好吃饭，天冷了多穿衣服。”近日，由王俊凯主演的电视剧《天坑鹰猎》正在热拍，王俊凯真挚的眼神尽展现张宝庆坚毅不拔的性格特点，少年英雄的形象初露头角。临冬已至，拍摄现场王俊凯与导演沟通交流，虽然冒雪拍摄，但依旧十分专注投入，不仅引发了网友热议，剧照都这么能打，坐等播出，更有书粉表示剧照与原著人设场景都很相符，十分期待。